He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系阿 wing 啊。OK， 先前我就有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了 Findy 小妹妹，她的频道就出了一个 content， 她就用了纹身的一些贴纸，然后贴在她的男朋友身上，所以我就有 inbox 她，问她，哎，那个粘纸还有没有剩？然后我就在她那一边，我就得到了一些，就是。有花的，那有这个 Dreamcatcher， 还有这个猫猫。然后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一下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要把这些纹身的贴纸贴在我的脸上，然后我们就会出发去找我们的目标人物，就是我的家人。然后我的家人应该会有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大姐，然后我就要看一下他们对于我的脸就是有纹身的这样子会给到我什么样的反应。因为我之前我就已经有纹身了的，就是我有纹这边，有纹这边，如果有在 follow 我的朋友都知道，然后还有胸口也有，这边两边，然后肩膀、脚也有，背后也有。对我家人来说嘞，我的纹身其实他们也已经看到习惯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要知道一下，如果我任性一点，我去把我的脸都纹身了的话，他们又会给到我什么样的反应呢？我真的是很好奇后面有谁。好啦，所以现在废话就不多说，我们先来就是把这些贴纸贴在我的脸上先，然后我会请我的助手去帮我准备一下，谢谢。现在要帮我粘那里，哇，直接来大哥先，有点长哦。Oh my god， 很黏黏，有一点黏了。很好笑哎！哇，我感觉到直接是试完了的哦。哇哦，我已经开始可以想象到粘好了那个画面了。也所以我一只猫才粘。然后呢，之前兄弟他拿这些 sticker 给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如果你想要容易的清理掉这些就是粘好了的这些纹身贴纸的话，你最好是用那个透明的胶纸。你好，接下来讲话我都必须要是这样子的。 OK， 第一片大片的完成了，我觉得很好笑耶，而且很真样哦。 Are you serious？ 黏在这样尴尬的位置。 OK， 第二片。我跑去夜晚夜多，你以为纹身很好啊？OK， 现在我完全丢给我助理弄啊，我先睡一下子。喂，我的 iPhone 还 scan 得到我的脸。我觉得我妈妈等一下看到我这样子，应该不会讲怎么跑去纹身啊之类，而是讲怎么跑去纹这样难看的东西。好啦，现在就是我的完成品，我现在我的脸整个就是艺术的感觉，就是很有艺术的气息。所以等一下我就是要这一副容貌去见我的家人，然后就是看他们会给到我什么样的反应这样子。我已经非常的好奇了，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吧，就去找他们吧，就是让我妈妈看一下她的儿子到底为什么会变到这样子。现在我们马上去找我们的目标人物， Let's go。好啦，现在我们就到了我的目标人物的附近，然后我的目标人物现在就是在九九来美食屋里面，就是在做这生意，然后我就是要在这段时间来打扰一下他们啦。然后呢，我现在我在等着我的助理他去上厕所，然后我就趁着这个空档有时间，我就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款电子烟。
这个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然后这个呢是我近期就是使用的一款电子烟，然后它的名字叫做维他。哇，它的盒子超美，我很喜欢黄色，真的很鲜艳很美。第一次拿到这个电子烟的时候，我看它盒子已经这样美。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鸡的那个身体，就是长这样子的。我先看一下它的头是长怎样的，我先夹一个地方。基本上来讲呢，如果有买各种东西，然后里面有说明书的话，都是不用看的啦。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用法已经是够方便了，所以不需要再看什么说明书了。看一下它的盒子啊，就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一开起来看的时候，我整个就是哇，真的很漂亮，它的盒子很漂亮，真的。它里面呢，它就有一个经典烟草味跟一个叫冰爽薄荷味的，所以我们现在拿起来。然后再加上这一个，我来开一下哈。对了，这里还有它的那个这个就是这个，这超好用的。哇、哦，好香，雷个了哦！哦，好香哦，好香哦，不是玩的哦。OK， 我要介绍的这个维他的公司呢，它不只有一种产品，它是有两种产品，然后有另外一种产品呢，就是。然后这样子的 pattern 的嘞，它是一次性的，就是没有的换头，没有的 refill， 它就相当于三包烟，然后大约可以抽大概500口左右啦。然后它里面是长这个样子，我开给你们看啦、啊。其实我之前有偷抽了一点啦、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太特别了。然后我手上拿着这一个嘞，是可乐的味道，听好来是可乐的味道，哇，跟你讲这个味道真的是相当哟。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它大约有10种口味啊，可乐只是其中一种吧。然后有两种呢是没有尼古丁的，就是一个可乐，还有另外一个是龙井，大家可以去到他们的官方网站去找找看。OK， 回到来我们的换弹式的小烟，这个的话它的电池是620mAh， 相当于其他的话呢，它的电池呢是比较耐久的，会比较重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电量是比较足的。然后这个产品呢在大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一试。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到他们的官方网站去看看，我会把那个 link 放在我的 description 那一边。然后现在你们在看着这个影片的大家，如果你们有在抽着烟的话，建议你们丢掉你身上的烟，跑去买一个电子烟。电子烟讲真的，如果要比起来的话，我甘愿你去抽电子烟，不要再抽那些草烟。草烟的话真的是会让身边的朋友，让身边的家人啊，都会受到影响。反而电子烟的话，对比来讲伤害不会有这样大，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有抽烟的你们，建议大家去买。讲到我助理啊，去厕所去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的，他一到了我就要潜入进去，然后 aim 到我的 target 了。我 maybe 不会这样快给他们懂先，我就会走到进去里面，然后我会找到一个美美的位置，我再抓一个 timing， 就是叫他们看我，然后给出反应这样子。现在我们慢慢的潜入啊，我先观察他们的位置先。原来我妈妈要讲的是，我这个头上这粒花有点像那个武则天。武则天呐、啊，你老公该是武则天呐、啊，每世界上每个人的老公都是武则天，因为都很有能力。你老公就是武则天，我同意林家，我是武则天。You， 你们林家你们大小要吃也不是我，我就是武则天。感谢。
来吃饭。你看，我我儿子要哇，要椰食，还有还有这个，还有烧啊烧。还有这个汤，煲了几久？你看。我的这个汤，你看爱心汤。因为我长期都是在 studio 待着，所以我就很少回来，就是吃妈妈煮的东西。今天就是有想要吃妈妈的东西啊，然后又刚好想要做这个 prank， 就一次过咯，是不是？耶！我现在走进来多一次，然后你给我反应啊，什么反应都可以。我老伟专业一点呢。我是爱。第几排？哎，这都看我惭愧。我。哪里？哈哈哈哈哈哈！哇，笑死我，别打了。OK， 现在啊，我就要吃，吃完了我再跟你们讲啊。OK， 好啦，现在我们已经吃饱饱了，然后我刚才就自己用那个粘纸撕了，它就是撕到这个 pattern 出来，所以我现在就请我的助理帮我啊，弄一下。一、二、三，哇，掉了耶！可以看啦，现在有了啊。耶、yeah, ，真的变不见了，没有了。唉，好了，现在我的脸完全就是恢复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期待我下一个影片会很好笑。See you， 好了。来讲两句话。我的超能力提醒我，有些事情要是发生过，我还有工作要开会，路边开拍，因为他哦才来看，工资和人在问。